家好，我的名字叫高敏，我来自中国上海，我现在是多恩的一名学生，我的专业是生物化学。在学校，所有的课程都被设置为小班制，这样可以保证每个学生都有更加充分的时间和教授互动。在多恩，你的所需和所求就在你的身边，学校提供免费的写作中心来提高你的写作质量，一对一的学生辅导，随时随地为每个同学提供帮助，从而提高每个同学的学习质量，并帮助他们在多恩的学习中获得成功。多恩大学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专业，其中包括生物、化学、电脑科学，更有和哥伦比亚大学、杜克大学、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合作的工程师双学位项目。我选择来到多恩，是因为我知道在这里我一定会获得成功。